网漫部是颗定时炸弹，拆弹专门小组，有兴趣想试试吗？九尾狐公主剧情根本毫无进展，点击率也太高了吧，偏偏挑我当责任编辑的时候批评。你个菜鸟编辑懂什么？怎么能每一集剧情都有高潮啊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能惯坏漫画家，他们就只会画他们想要的剧情，而不是读者们想看到的剧情。拜托你了，九尾狐公主第213集，请您重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今日的网漫全台首播。